small kids. 绿豆，绿豆。鬼，针，草，找，新，交。请找找看，鬼针草的果实可以粘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是爱吃红萝卜又爱蹦蹦跳跳的兔子。哦，鬼针草的果实掉在我的前脚上，他要我带他去找新家哎。鬼针草果实粘在兔子身上，要去找新家。一只狗儿跟在兔子后面，它跑得好快呀，把兔子扑倒在地上。鬼针草果实就从兔子的身上掉到小狗身上，它要请狗儿带它去找新家。痒得受不了，抬起脚用力抓，把身上的鬼针草果实弄到正在睡觉的猫咪背上。鬼针草果实只好请猫咪带它去找新家了。猫咪背上的鬼针草果实看到大哥哥正要出门去玩，好像要去很远又好玩的地方，于是鬼针草果实想跟着大哥哥去找新家。鬼针草果实可以用来玩游戏，两人各拔一些鬼针草果实互相丢掷，谁身上粘到最多的鬼针草果实谁就输了。鬼针草果实粘在大姐姐的衣服上，要去找新家。大姐姐在草地上跑呀跑，鬼针草果实就掉到地上了。鬼针草果实必须在没有其他植物遮光的地方才能发芽生长。小朋友，你可以拿鬼针草果实种种看哦。